我问你，牢城营中可有一个叫宋江的？啊，确实有一个叫宋江的。那你可知他犯了什么事情？小的只知道他在悬阳楼写了几首歪诗，好像是反叛朝廷的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大人，此事与小的无关，小的说的句句属实，还望大人明察。那他疯了你也不知？小的也是在昨天审过他之后才知道的，万万不敢欺瞒大人呢。你不用害怕啊。我来问你，这宋江是来江州之时就疯了呢，还是昨日才疯的？据小人所知，他刚过来时并没有疯，跟正常人一模一样，只是因为他做过小官，比其他的犯人好像还明白些事理。至于什么时候疯的，小人确实不知。好像是昨天才疯的。这么说来，他来时并未疯傻，而昨日才疯的。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大人，照这么看来，倒真应了通判之言了。这宋江来江州之时并未疯傻，昨日定是装疯。大人，事不宜迟，速把宋江捉来严刑拷打。大人，宋江此人是小吏出身，经不起严刑拷打，定能招供的，您说呢？这可恨这宋江啊，欺负大人面慈心善。来人，速把宋江拿来。宋江，起来，起来，快走，走，起来，走，走，快走，走，快点，走，跪下，跪下，跪下。来人呢？混蛋，先打这个宋江五十大板。大胆鸟官，你敢打我？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。老爷，打完了。宋江，你招还是不招？我招，我招什么？我要是晚点明天讲，倒叫你们招供。哼，我看你还嘴硬，再打！Thank you.
上，你是招还是不招啊？要是不招，再打你五十大板。